接下来请欣赏相声《劈三国》，表演者高小贝、侯小楼，掌声有请。谢谢您啊！哎，我看今天的观众不是特别的热情啊。谢谢您啊，是有点太热了。确实天凉，没关系，我们上来就暖和了。好啊，因为他们都管我们叫小太阳啊。哎呦，我看你叫小太监。对对对，谢谢您。谢谢您啊，谢谢朋友们掌声鼓励。刚才二位给您说了一段，这个节目叫接网，是一个传统相声。好，拿我们来说吧，年轻的演员都得继承传统，把这些传统相声继承下来，然后呢说点新相声，是回馈给各位。这么多朋友来这儿听相声多好啊。这是什么地方啊？三里屯啊。好地方，到屯里了，朋友们应该开心一点。就是，当然了，旁边好多这个娱乐设施啊，是好多玩的地方，不少，就花一条街是吧？啊，还有什么夜店呀？啊，有啊，年轻的朋友们可能喜欢去那些地方啊，经常去那儿玩、啊、夜店呢，什么 Seven Eleven 呢，是吧？去了之后今天多开心呢！这 Seven Eleven 算夜店呀？对呀、啊，是不是24小时的？那倒是，是不是夜店？这24小时就是夜店。对，24小时不打烊，进去之后买点关东煮。Hello, Mr. DJ， 这节奏不要紧，嗨起来嘛！好，您这三文以来我就这么嗨呀？对、啊，有点太嗨了啊！就是好多娱乐设施是有，来这儿听听相声也挺有意思。嗯，拿我们来说吧，都是年轻的相声演员，是好多朋友对我们哥俩不是特别的了解啊，不认识。走上舞台呢，应该介绍一下，说说。拿我来说，一个年轻的相声演员，我的名字叫高小贝，不值一提，没有什么名气。哎，您客气。啊、介绍完我。你看朋友们啊，我不是这意思，不用谢谢你们，不用不用谢谢你们，不用不用谢谢，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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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啊，您个儿高，这能看得出来啊。头一排的观众都这么高，对，看他都得仰着脖子。稍微的高了一点，稍微的瘦了一点，哎，比较苗条，对，细狗。他，你有话吗？我有啊，上来撅我两回了。什么叫细狗啊？不是，我看一般就是这个身材的，别人都说叫细狗嘛。那是他们到我这儿，怎么直接就来细狗，像话吗？这不合适吗？那行，以后我改名，我不叫高小贝了。那叫什么呢？就叫细狗。哦，这细狗以后就成你名字了，行吗？哎，那太好，我欢迎。行吗？我太欢迎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侯小楼。行，以后报幕别报高小贝了，那报报细狗，就报细狗。行吗？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细狗侯小楼。行吧，就这么告诉我。咱们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细狗侯小楼。哎，然后您就出来了。不行吧，别先报细狗，把细狗放后头。搁哪儿？放后头。放后头也行啊。哎，这重新报。下面您欣赏相声表演者侯小楼，细狗。你干脆你还叫高小贝吧，我也是瞎出主意。你也不错呀。我呀，优秀演员。他不到，姓侯叫侯小楼。还是我。年轻一乏的佼佼者。贺您捧。相声说的确实不错。嗯。口齿伶俐，表演大方。谢谢您。郭老师夸他说相声大有希望。郭老师怎么夸我？夸过他呀，当时夸他的时候，孩子，我跟你说、啊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您就甭学人家的身高了。你心眼子脏，我怎么心眼子脏？郭老师跟你说话，郭老师坐着呢呀。什么叫我学郭老师这身高啊？郭老师一点都不、哦。您学的是他坐着，多新鲜呀！您就甭学那么仔细。那郭老师站着跟你说话行吗？那也不至于啊，站着跟你说话。那站着不也这样？讨厌，讨厌。就说我怎么说？啊、孩子，你呀、啊，以后好好努力。哎，我得努力。肯定是德云社不可或缺的相声演员，可是太捧我了，太优秀了，你就是早晨一两点钟的太阳，大有希望啊，孩子，好好努力。我一点亮也没有啊。什么叫早晨一两点钟的太阳？这不夸人都这么夸吗？一两点钟的太阳，没有这么夸的。那叫什么？早晨七八点钟。对，您就是七八点钟的太阳。哎，还行。小伙子长得也挺喜庆的。哎，就是爱乐，上人喜喜。嗯，有台缘是。给我们乐一个，乐一个，给我们乐一个，那倒可以，对，乐一个，多喜庆啊！是，一乐眼睛都没了，对，是吧？哎，眼睛去哪儿了？这不在这儿呢吗？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，在哪儿呢？在这儿呢。
这是眼睛是吗？啊，可不是眼睛吗？眼睛有点小，是小点，是不是？第二排观众可能看不清吧，能看见他的眼睛吗？看不见是吧？看不见。后排的朋友是不是肯定看不见？看不见，是吧？这边啊，这边还有朋友呢。没有的。哦，您好，哦，这么多呢，哎，没有。哦，我以为你们都冻住了。这边大哥说你一条缝儿。什么叫一条缝儿？眼睛小了一点。是小点。少一项功能吧。什么功能？会眯眼吗？眯眼会吗？我会。来给我们看看。眯眼是吧？嗯，不就眯眼吗？真不错，睁开。那小孩我忍你很久了啊。哎，你就会欺负孩子是吗？你就会欺负孩子，你有没有能耐？太乐我的，我这花钱买票不让人乐。我睁开了。他乐我也睁开了。你睁开什么了？我就是睁开了。没有改变，没有变，你真是没有变化，我也睁开了。睁开什么了？我就是睁开了。这还睁开了。我已经很努力了。太小了，真是。但是没关系啊。怎么着？小小的好处。什么好处？怎么死都瞑目。那叫好处吗？那个心宽呀，心宽呀，说死就死，哇的一下死了，瞑目了。这说着说着相声，我要死了，他都不知道。那肯定在台上啊！你现在没死吧？不，你放心，放心，他有点凉，但还行啊。说着说着，聊着聊着，咱们就暖和起来。哎，是暖和点了，是不是？嗯，确实这演员不错啊，优秀演员。对，年轻，你别看岁数小，今年多大？今年是26岁。26岁，多好的年纪。您听听，有什么长寿的秘诀吗？我26就长寿了呀。啊，有没有？我没有长寿。没有，我告诉你啊。哦，有吗？啊，我有长寿的秘诀呀。您说您的长寿秘诀？不就是又长又寿？我没想到是这个长寿，是吧？您这么一说更冷了，感觉。像话吗？啊，确实是26岁。嗯，岁数不大。哎，是年轻点。但是私底下得努力。那是。得学习。应当好好学。人一定要学习啊。对，一定要看书。哎，得学习。老话说得好，书中自有颜如玉。书中自有颜如玉。您听。您没事，你得看。您先等一会儿啊，您先等。全是颜如玉。对。还有黄金屋呢。嗨，我不喜欢钱。他就喜欢颜如玉，你听见没有？哎，这是小点声的，就是颜如玉、黄金屋，这都得有。没事得看看书。对，哎，我就喜欢看书。您爱看书？当然了。那太好了。看完书，能背下来。好啊。不光能背下来，嗯，而且来说还能存在我的肚子里。不是，您看完书能存肚子里？能存肚子里啊，朋友。哟，这还真没看出来呀。你把眼睁开看呀。我睁开了。你睁开什么了？我一直睁开了。您说这事儿就新鲜，怎么了？这谁看书能把书存肚子？就能存在我的肚腹之内。肚腹之内。肚腹。看不出来。嗯，看不出来。摸一摸。这还能摸？看不出来，可以上手摸呀。哦，一摸能摸出来。能摸出来啊。那我摸一摸。可以啊。可以吗？可以啊。那我摸一摸。来，摸一摸。我这伸手就能摸。可以，没问题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。嗯。你要嫌我手脏，咱就可以不摸。不是嫌你手脏，我看你有点出汗是吧？我是汗手啊，汗脚。说的汗手的，来吧，啊，我摸摸。哎呦，摸到底摸什么的？啊？哎呦什么呀？不是，我看你，哎呦，我想，哎呦。摸着了吗？摸着了。什么？排骨。排骨像话吗？一根一根的不排骨吗？细狗排。像话吗？像话，没摸出来，不是排骨啊，不是，也不是一根一根的，那是什么呢？一本一本的，一本一本的，一本一本的呀，是吗？码的多整齐呀，一本一本的书。哦，这么整洁，两摞，哦，还两摞，哦，两摞，那我得好好摸一摸，好好摸摸，我看看有什么书，好好摸摸，我看，伸手，我伸手摸一摸，我看，四大名著咱这全有，是吗？头一本，这是。西游记什么？西游记有没有？说清楚了啊！西游记有没有？西游记，西游，西游有没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西游没有？没有。摸第二本。第二个。水浒，水浒有没有？水浒，水浒有没有？也没有啊。水浒也没有吗？还是没摸着。摸三本。什么？三国，三国有没有？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摸四本。这是。演义，演义有没有？您这俩是一本书。
三国跟演义这是一本书。三国演义上下本啊。上下本这么分的，上本三国，下本演义啊。那演义什么呀？那个演义三国呀。什么呀？就三国演义。上下本我这分的比较散。哦，您就这么分。分散。啊，没摸出来。没有啊。没有。没有。没有。摸这个。这是。这个什么？《红楼梦》的故事。你看点正版的行吗？还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《红楼梦》的故事，四大名著之一，《红楼梦》的故事没看过吗？就《红楼梦》，《红楼梦》没有，嗯，没摸着，这也没有，没有，真的吗？真的没有。你是不是冻死了？我冻死，我怎么说话呢？我这儿哦，真没摸着，真没摸着，好好摸摸，我够好好摸摸，《哈利波特》。有没有？还有外国书？对呀、啊。没有。简爱。简爱没有。简爱没有。没有。基督山伯爵。没有。没有吗？没有。基督山伯爵没有。没有没有。五经。五经。五经没有。四书。没有没有。摸着四书了吗？没摸着。摸着四书了吗？没有。摸着四书了吗？我没有。不对不对，你看着我。怎么了？你看着我，啊、好好摸摸四书。认认真真摸摸四书。四叔乐意让你摸，摸着四叔了吗？啊？四叔没摸着。摸着什么了？孙子。孙子像话吗？兵法呀。哟，哦，这儿等着我。废话，您这不占便宜吗？不是占便宜。那摸四叔还不占便宜？那您摸摸我的学问。这学问没有说摸出来。没有摸出来。咱得聊。都是聊出来，探讨。就是说嘛，啊，当然了，在德云社来说，说我有学问可能容易挨打。怎么还挨打呀？因为德云社这些个演员基本上都没怎么上过学。啊，确实学历都低一点，对吧？你像小学不上的，初二辍学的，你像就那么，啊，你敢说这俩是谁吗？啊，都懂。什么都懂、啊？你都提出来了，你准备道歉，你说出来，别藏着掖着。这有什么藏着掖的？那是谁呀、啊？小学不是初二初学，这谁呀、啊？那俩吗？哪俩呀？那俩不能直接说，还不能直接说，不能直接说。一个这样，一个脑袋上有一桃心儿，一个烫一脑袋卷儿呢。那就郭德纲于谦呗。他说的啊，给他录下来。行，这话就让我说。他录下来发出去。行，你甭说人家没上过学，嗯，没上过学那不代表人家没学问呢。对呀、啊，对呀、啊。对呀、啊，他们上过学吗？这没怎么上过，还是的，都没怎么上过学。是，他们知道大学的校门朝哪儿开吗？那可能不知道。还是他们都没去过。你去过大学吗？大学我没有。还是你怎么样？我去过呀。你去过？你上过吗？我去过不就完了吗？你光去过就行了呀。我有这个经历不就完了吗？哦、你上大学里边转一圈就行了呀。我又不显摆，我这人比较低调。您就上大学里转一圈，有什么可显摆的呀？怎么了？大学里暖和，暖着吗？嗯，那净说暖和了。对，这倒是。我也没上过大学，那说半天就那不得了。哎，但是不代表私底下不学习。哎，还是得学，是不是？三国水浒红楼西游没事我都看，就刚您让我摸的这些书，四书五经、啊、学英文梦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这都看，这都背、哦、都三字经，百家姓，千字文，这都看过呀。哎，这应该学学。没事，最喜欢看什么？最喜欢看三国。三国是好书。三国我打小看三国。哦，接小就看。在我4岁1米8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就看三国。真的啊，我都不知道该聊哪句了。朋友们，4岁1米8的时候我就看三国。您4岁就1米8了，很羡慕吗？我不是羡慕哈，您吃尿素长起来的。这叫什么话？什么叫吃尿素长？这身高咱先搁一边，您4岁小孩就看三国了？对呀、啊，打小看三国。哎呦哈，那小孩看得懂？看到现在少说4000多遍。啊，那是得每天都看，每天都看，天天看。你看过三国吗？我也看过三国。看过多少遍？多少遍？对，看过多少遍？哎呦，看过多少遍？这我还真记不清了。想想啊。想想，仔细想想吧。反正我看书啊，跟您不一样。您是看一遍记一遍。好，您这写上多少遍？4000。好，一写4000多遍。我这不行，脑子太差，看一遍忘一遍。我这打小看三国的话，看到现在啊，我这么说吧，就三国这部书，我能默写。谁说话呢？鄙人。三国这部书。您能默写？哎，默写，默着把三国写下来，就写的也不好啊，啊，保不齐呢落两个标点符号。哎呀，嗯，这
这位口气比脚气大。那是什么话？这叫行啊！哎，那这么着吧，怎么着？咱们探讨探讨啊，咱可以聊聊三国的作者是谁，知道吗？那刚才说清楚了，嗯，是《三国志》还是《三国演义》？这个演员还很严谨。那当然了，《三国志》的作者这是陈胜，可以。哎，《三国演义》的作者罗贯中啊，真不错。带批带奖的看过没？哼，我连动画片都看过。行。有一个金批三国是作者是金圣叹，可以啊。哎，有一个毛批三国，这是毛宗刚，行。嗯，还有一个玉批乾隆啊，这你问不住我，这让你把我问住了，我怎么当文学家呀，对不对？当有文学家。那对了，许你小时候看三国，许你四岁看三国，看到现在四千多遍，不许我当文学家，要不然吹呗。谁吹了？那有一个高批三国看过？高批？对，这是哪位批的呀？高小贝先生批的三国，您可否瞻仰过？哦，您说那外国人我不认识。哎，我认识。这个咱中国人都是仨字儿或者复姓才四个字的名字，您说这个高小贝先生五个字儿，这外国人一般都五个字名字。大傻子，真是大傻子。我怎么大傻子了？有没有学？怎么了？高是姓氏，小贝是名，加先生二字是对潘老人家的尊敬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就是。记着，对，你跟他记什么账？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，就是高逗号，对，小贝顿号，对，先生句号，没错，是吧？标点符号的浪费者。瞧瞧，那您说这高小贝先生批过三国，对，这位还活着吗？哎，这叫什么话？活得很健康啊！哦，还很健康，茁壮成长啊！哎呦呵，1.91米大个儿，真是。有时间我得好好见见这位高小贝先生。还有时间呢，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说，张我上这张开了。说半天不就你吗？我鼻子什么叫你啊？怎么叫你啊？怎么了？有学问之人得说您。那我还得说您。对啊，就是您还批过三国。哎，行，那有时间呀，我上这书店买一本，好好看一看。不要去了。怎么了？不要去了。卖没了，哦，这书店都买不着了，抢空了。哎呦，就是这么畅销，真是，那就是这么抢手。哎呦，那我还真是有点遗憾了。不能让你遗憾呀。怎么了？怎么也得让你瞑目啊。好想让我瞑目啊。今天这么着，作者在这儿，嗯，您要干嘛？咱们互相探讨探讨。哦，咱可以聊聊这个三国，行吗？那太好了，我考考你。哦，也不能说考，要考就闲聊啊。三国这部书，三国里头啊，嗯，三国这部书谁最厉害，谁最有能耐，谁能耐大，你知道吗？哦，这我能懂，就是三国这书里谁最有能耐。对，那得说是诸葛亮。哎，诸葛亮。诸葛亮有能耐。诸葛亮有什么能耐？那诸葛亮能耐太大了，嗯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中晓人和，明阴阳，懂八卦，知奇门小遁甲，运筹帷幄之中，决胜千里之外，未出茅庐，先定三分天下，这多大能耐呀！诸葛亮有能耐，有能耐，上知天文，下晓地理，就是诸葛亮有能耐，有能耐。诸葛亮有能耐，为什么六出祁山打不过司马懿？哎，还真有这么回事，是不是？那要照这么说的话，就是司马懿有能耐。司马懿有什么？对，司马懿有什么能耐？你想啊，这最后三分归晋，晋就是司马家呀。司马懿后代当皇上了，那可不，司马懿有能耐吗？司马懿有，司马懿有能。司马懿要是有能耐，为什么空城计看见赵云，抹头就跑了呢？嗯，那就是赵云有能耐。啊，赵云有能耐。哎，赵云有能耐。赵云有能耐。为什么挡阳桥让张飞给他断后？哎，对，没张飞赵云就完了。对呀，啊，那就是张飞有能耐。张飞有能耐。哎，张飞有能耐。张飞有能耐，为什么虎牢关三英战吕布，哥仨打人吕布一个人？哎，
哥仨都没打过人家。谁有能耐？那就是吕布有能耐。吕布有能耐。吕布有能耐。吕布有能耐，为什么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？曹操有能耐呀、啊。曹操有能耐，为什么让周瑜烧的83万大军片甲不留？那就是周瑜有能耐。周瑜有能耐，为什么最后让诸葛亮给气死？那还是诸葛亮有能耐。为什么六出祁山打不过司马懿？司马懿有能耐。为什么看见赵云磨头就？赵云有能耐。为什么让张飞给他断后？张飞有能耐。为什么哥仨打人吕布？吕布有能耐。为什么让曹操给宰了？你说谁有能耐？你有能耐。我有什么能耐？是你把我快问死了，你可不有能耐吗？要问你把我问住了呀，我是不知道谁有能耐了。问住你这叫能耐吗？那我那叫什么能耐呀？对，我不知道了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告诉你，您告诉我，三国里头谁有能耐？谁有能耐？科目三有能耐。科目三，因为他们都没考过，你知道吗？都没考过。您就甭跳了。您说这科目三，这跟三国有关系吗？没有关系，就是三国，我让谁有能耐，谁就有能耐。呵，您就这么大本事？这就是高级三国研究的独导之处。那咱可以好好的聊一聊。我问问您，三国这部书为什么称之为三国，知道吗？哎，这问题太简单了。为什么叫三国？为三国，三国这我知道。魏蜀吴三分天下，谓之三国。魏蜀吴三足鼎立，谓之三国。哎，这是三国。开始十八路诸侯想董卓，为什么不叫十八路？那不对，那诸侯那阵儿他们都没成事啊。没成事。哎，没成功。这最后降孙浩三分归一统，为什么不叫一统？为什么叫三国？那我不知道。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了。不知道了。不知道。您知道吗？我能不知道吗？哦，高批三国研究的独到之处啊！那好好好，既然您知道，您跟我们大家说一说，这《三国》这部书为什么叫三国？告诉你，让你长长学问。那您说一说，《三国》这部书为什么称之为三国？为什么呢？因为这部书啊。带三字的目录多，所以称之为三国。哦，就这么简单，一下明白了是吧？那我是明白了。搜集死没了是不是？什么话这叫？哎，那这么着，您给我们说一说，就是都有哪些带三字的目录？开篇就是啊，什么呢？宴桃园豪杰三结义。哦，对，有没有三？有三。最后，降孙浩三分归一统。嗯，有没有三？有三。公子刘琦三求计。有三。三江口曹的折兵，有。三江口周郎渡火，有。三顾茅庐，有。三秦孟获，有。没有啊，差点没划过去啊。三秦孟获，对呀、啊、那是七秦孟获。几秦？七秦。三秦。七秦。七秦就七秦。七秦他不得打三秦经过，有毛病吗？不是，就这经过也算呢。多新鲜！你能从二秦蹦到四秦？那蹦不过去。他没有三秦，何来七秦啊？是是，一秦二秦，直接四秦。那没有，像话吗？那一秦二秦三秦四秦五秦六秦七秦。哦，好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三秦孟获。哎，还有吗？三出祁山。对，不对，他六出祁山。二三得六，这还有惩罚呀？三罚中原，九罚中原。哎，三三得九。对，我也知道。哎呀，什么乱七八糟的，是不是？啊，不少。这是书中很多明笔啊，明着的写出来的带三的目录。是啊，书中还有很多暗笔没写出来的。哦，高批三国研究的独到之处。哦，还有暗含着带的三的。当然了。那您说有哪些是暗含着的？你看啊，书中有三不明。三不明。三丑。三俊。哦，三个不知道。三个做小买卖的。三个数学家。三个大傻瓜。哎，行三个。您可以。行了，这就够聊的了。三个德文。这不少了，不少了。行，这我懂。懂了。您啊，可以一个一个聊一聊。啊，咱们先说这什么？您刚说这里边有三个不知道，三个不知道。怎么叫三个不知道呢？书中有三个人家庭关系，家里的伦理关系。哎，那您跟我们说说，怎么个三个不知道？问问您啊，嗯，周瑜姓什么叫什么？啊，这我知道，周瑜是姓周名瑜，字公瑾啊。姓周名瑜，字公瑾。对，周瑜他姥姥家姓什么？他姥姥家。对，
就是他外祖母家，他姓什么？我不知道。你看，一个不知道。哦，这就一个不知道啊？对呀、啊，一个不知道啊。那第二个不知道呢？诸葛亮姓什么叫什么？这我知道，父亲诸葛，单字明亮，字孔明，道号卧龙，背得多熟，是不是？诸葛亮他姥姥家姓什么？不知道。俩不知道啊、哦，这就俩了。哎，张飞姓什么叫什么？姓张，名飞，字翼德。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？不知道。你怎么净问他姥姥家呀？高批三国，喜欢研究姥姥。哦，就研究姥姥家。对，好好好，那我还真不知道。这确实我不知道。啊，照我这照这么说呀，这不光是仨不知道，这得够六个不知道。为什么？你看，你刚说了仨不知道了，问我，我不知道；问观众朋友，观众也不知道；问你，你也不知道。什么？你也不知道？我不知道啊！我不知道，我能在这儿说吗？我不知道，我能说高皮三国研究的独到之处吗？哦，你知道，多新鲜！哎，好，那你知道你说什么？你知道你说什么？倒霉模样！你知道你说什么？学我干什么呀？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不知道吗？啊！你知道你说说呀！我知道我就说说。说说呗。有这么跟人说话的吗？怎么了？你是不是没挨过打呀？倒是很少有人打我。哎，怎么？你知道你说？你知道你说？跟谁呀？这是？干嘛？打我干嘛呀？你这是干？咱们中国队忌讳的拿下巴颏指。看这气氛，没有礼貌啊！是吗？你知你说，你知你说，有这样的吗？你看谁大街上？哎哎哎！你知你知你知你干你干了？你身上有虱子是吗？那怎么着？我看你这像拿线儿瞪着的，这是。有你这样的吗？你知你说，怎么了？这没有礼貌。你就说我没有礼貌呢？没有礼貌，怎么着算有礼貌啊？北京精神都忘了。爱国创新，包容后果，讲理。哪有这条啊？你得有点礼貌啊！有礼貌，鞠个躬，鞠躬，小不了你，大不了我的，明白是不是？有你这样，你跟你师傅学相声也这样吗？哎，你会呀、啊？你会来一个？那这师傅不得抽我吗？那是师傅不舍得抽你啊、哦？不舍得啊？行行行，那我鞠个躬，给您鞠个躬。对，说半天那么麻烦，不就鞠个躬吗？哎，行，来，我给您鞠躬了，谢谢您。干嘛呢？鞠躬啊！干嘛呢？鞠躬啊！这是鞠躬的，鞠躬啊！这是鞠躬的，这是鞠躬的，哎，鞠躬！怎么了？我来一个，这是鞠躬吗？我这鞠八个了啊！我操！给你鞠八个躬了，够八个，我非常可以了。真是鞠躬有这样的吗？有这样的吗？怎么了？这是鞠躬的吗？这能鞠躬吗？像话吗？这不斗鸡呢吗？这不是又改斗鸡了又？你不属猴的吗？你是我不属猴，姓孔，真是没有礼貌。我怎么？我都已经鞠躬。九个了啊！你来一百个他也不识，这其实怎么了这个？这不鞠躬了吗？十个了，我跟你说。会吗？我会。十一个，行了吧？他不是，哎，不是这样，不是这样。我跟你说，行了啊，我还学不了你那肚子，我跟你说，鞠躬肚子都跟着颤。我跟你说，差不多得了，一个球队也就十一个人啊，我给你鞠十一个可以了。跟那没关系，这不鞠了吗？这不是？你别闹啊，龙爪罩着我们，知道吗？罩着你管什么用啊？你鞠躬，你不能这么鞠躬啊。那我怎么鞠啊？这不是鞠躬，有点度数啊。度男子汉有点度数啊。有什么度数啊？鞠躬向前180度，来一个。那我不趴那儿了吗？向前180度，我整个人拍那儿了。有一度数，有一度数，有一度数，那是那个向前75度，75度 C， 75度 C， 75度，对啊，是是是，75度啊，知道。您的意思，让我鞠深点吗？对，鞠深着点。行行，是不是？得鞠深着点。哎，他觉得我没有诚意，就是没有诚意，鞠深点。哎，谢谢。来，起来吧！啊，起来吧！怎么了？家属外头默哀。干嘛呢？你干嘛呢？你干嘛遗体告别呢？是吗？不是，你让我鞠深着点吗？你们家鞠躬这样啊？多深的慌啊！不是，这不挺有诚意的吗？鞠得够深的了，对不对？看着我点，我得看着你。别色眯眯的，谁色眯眯的了？小眼巴叉，干嘛呢？谁色眯眯的了？放电了。那我到底怎么着？乐着点，还得乐着点，真够麻烦的。乐着点啊！哈哈哈哈哈！行吧，
要求你这么多了，是不是事儿太多了吧？给我鞠躬了啊，给您鞠躬了。找我来了，找您来了。知道我有学问，您有学问。我有什么学问？不知道。我知道您有什么学问呢？又一个不知道。啊，好，又不知道了。您知道那个三个不知道他们的姥姥家姓什么？当然了，我知道周瑜、诸葛亮、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。真是这能耐真大了。那当然。行，那我跟您请教请教这个问题。哎，告诉你，记住了啊。您说说。周瑜他姥姥家姓纪。姓纪。哎。纪是老太太生的周瑜。哦，是啊。诸葛亮他老家姓何。姓何。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。不是，这书上有记载吗？有记载。三气周瑜，周瑜临死的时候把这秘密说出来。他说什么？哎，纪生瑜，何生亮。谢谢谢谢，这就是学问呐，朋友们。纪是老太太生的周瑜，何是老太太生的诸葛亮。掌声响五秒钟。您各位、啊，我给您鞠躬了，我给您鞠躬了。您各位、啊、真是太捧他了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好家伙！既生瑜，何生亮？我刚才那躬我鞠的真冤呀！我跟您说，那我还你一个。哪有这么鞠的？还不如我呢。您说这可不对了。怎么了？周瑜那意思是，既然生了我周瑜了，何必再生诸葛亮？什么？你看过三国？我怎么没看过呀？高皮三国你看过？那我没看过。还是的，高皮三国研究的独到之处。哦，是高批就这么批。对啊，那我明白了。寄生鱼，我还真有点好奇了。哎，后头你还说那什么张飞，张飞，张飞他姥姥家姓什么呀？张飞他姥姥家姓吴。吴？对呀、啊。这书上有记载吗？书上没有记载。嗯，但是民间有句俗语，有俗话，俩人要吵起来，要打起来了，有人好比说来电话了。来电话了，可得结巴。这是，哎，我都快结巴了。对呀、啊，不是结巴，冻结巴啊！你生活当中俩人要吵起来，要打起来了，有人过来劝架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别吵了别吵了，干嘛呀？没完没了。行了，可以了，干嘛呀？行了，你们俩真是无事生非，无事老太太生的。啊，这无事生非是这么解释的？我觉得你是没事找事儿啊，这是。好，什么学问呢？这高批三国。好好好，这是您的高批三国的论点。当然，我还真是越来越好奇了。咱接着往后再问问，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您刚说这书里头有三个做小买卖的，三个做小买卖的。这有谁呀、啊？刘备啊。刘备，头一个刘备。刘备做什么小买卖？刘备卖草鞋。哦，这书上有记载吗？织席贩履吗？对，履不懂吗？履是履乃鞋也。还乃鞋也、哎，织席贩履，刘备卖草鞋。哎，这说的还真对。对，那第二个做小买卖的张飞，张飞做什么小买卖？无事生非的张飞。嗨、哎，你就甭说这无事生非。张飞卖什么呀？卖、哎、张飞卖肉。不对，他原先是屠户。什么？是屠户。什么？这什么？我说的是卖肉，我没说张飞卖屠户。谁说他卖屠户了？我说张飞他原本是屠户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别理我。啊，是，我不理你不行吗？不太好。可不不好啊！张飞卖肉哦，卖肉。现在还有张飞扒肉，多出名吗？啊，这是道名菜。张飞卖肉啊、哎！那第三个做小买卖的，第三个做小买卖的朋友们，这是就是赵云。赵云，赵云呐、啊！赵云做什么小买卖？赵云呐、啊，无盔薄甲，薄旗号啊！对对对，赵云做什么小买卖？赵云是卖年糕的。卖年糕，卖年糕。对，朋友们，赵云是卖年糕。这不对啊！据我所知，赵云是世家。依你说，赵云是卖柿子的。对，卖柿子干什么？卖年糕的。世家就是说他家里头辈儿辈儿都是当官儿的。世家，世家，巴黎世家。巴黎世家，什么世家？里头辈儿辈儿都当官。不是，别瞎说啊！没有学问出去别丢人。哎呀，害臊了。谁害臊了？动手动脚的，不要脸，害臊了。不是，那赵云是卖年糕的，书上有记载吗？书上没有记载。没有吧？有一出京剧记载。哪出京剧啊？天水关。哦，这是收姜维。收姜维，姜维有那么两句唱，把这个唱出来了。他是怎么唱的呀？这一般五虎将的举头丧了，只剩下赵子龙老卖年糕。赵云老卖年糕，怎么回事儿？谢谢您啊，感谢二位演员精彩的表演。太没羞没臊！我们翻场了，为什么要翻场呢？啊，是我们说的好吗？是吗？啊，是的，是的。哎呦，这玩意儿有自个儿说的吗？啊，不是啊，朋友们欢迎。哎，是啊，这个翻场再给您说一点，哎，再聊。我们刚才一鞠躬下去，然后再回来，证明一个什么问题呢？什么事情？证明您得
钱已经花完了。哎，确实是一个比较实际的问题。返场的就是赠送的。返场就是送的。再给您说上一点。哎，是。朋友们确实大冷天的没这儿也不容易。哎，对。天多凉，够了。都在家待着多好，多暖和呀！想想啊，朋友们还能出来放松放松，是娱乐娱乐，也挺好。来这儿听听相声啊！今天从开场到我们这场，好几场演员，朋友们，我不知道记住了谁啊？可能就记住高小贝吧，细狗，细狗，大哥细狗呢？没想到大老远来三里屯看细狗来了。这家里不好盼着误会。啊，谢谢您，我欢迎再给您说上一点。嗯啊，其实好多演员呢，你别看我们岁数小，确实私底下得学习。那是。没事啊，得观察生活。应该。这些素材都来源于生活。需要生活加工整理，而且呢，搬上舞台呀、啊，就是笑料。对。今天来的时候，发现一可乐的事。那您说说今天的事儿。这个来的时候，我这人呢，我闲着没事，我就爱观察。哦，您说说，我就爱学，我就爱看。我来的时候在马路上，就三里屯这条街，马路上有俩人在前头走，啊，有俩人啊，俩人在前头走啊，走着，一男一女，哦，是俩人在前头走，岁数还挺大，啊，岁数挺大的，啊，哦，不年轻，哎，前头呢有一老太太跟一老头。啊，是在前面就溜达着，你想这天多冷，多凉，冷，冻得不行了。那是，看这老头啊，看老头特别温暖。这老大爷冷着，跟那老太太说啊，说什么？哎呦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亲爱的，老 baby， 哎呦，老宝贝儿吧，就叫嘛。这老两口子关系真好，亲爱的。老 baby， 太甜。你冷不冷啊？你冷不冷啊？冷不冷？我给你暖暖手。哎呦，来，把手伸出来，你瞧瞧，放在我这儿，我给你暖暖手，多好。老太太也挺冷的呀。是啊，是有点冷。嗯，还是别来，大街上这么多人呢，还内向，怪不好意思。还好，这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呀？没事儿，没人看咱。嗯，把手伸出来，我给你暖暖手。暖不暖？哎呀，还是别来。都这么大岁数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想想，那不暖手，那要不你回家吧？回家？你回家吧？不是，回家。老太太说句话，我乐了半天。她说什么呀？嗨，我不能回家。怎么了？我要回家，我们家那死老头子不让出来。